你不开心了，我随时可以把你偷出来。说话算话，嗯，加。你老实告诉我。 你来这里到底有什么任务？除了查案，我还有一些工作。那怎么才能找到杜碧书？做我养子。 喜欢我这样的，我喜欢。其实你挺好的，是那帮人没眼光。